点击英雄入口可以进入查看，激活。点击图鉴入口进入图鉴，激活升级图鉴，不但可以提升英雄自身实力，还可以大幅提升全体英雄的。邪灵教教坛所在地，最近感应到神力的气息，教主说那个人出现了，教主指示去取本教圣器天玄圣灵剑，是否今晚去取？是时候让圣器重见天日了。这样吧，我亲自走一趟，免得节外生枝，顺便带上教中最近风头很强的那圣子过去走一趟吧。这种事情应该让新一代的弟子多去历练历练了。你是说让那个秦娇去取，让他去夜行也好，让他见识见识我们圣灵教的强大。这小子天赋不错，有机会成为我们三大魔星的接班人。那行吧，这件事情就由你负责吧。我这就下去准备。星宫某处，素心，这些日子你的实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不过一味修炼并不是提升自己的修为最快的方法，还需要偶尔出去走动，红尘练心，修炼最重要的是修心。师父，我不想出去，我只想在这星宫之中陪着你。傻孩子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安排你去做，你帮为师去走一趟吧。师父，你尽管吩咐，素心一定帮你完成。你去一趟落星湖，江湖中的多亏吸收了那人功力，这小子的身体才能承受我的灵魂之力，趁现在拿回天玄圣灵剑给他加速修炼。上千年了吧，过了这般久的时间，我还能感觉到天玄圣灵剑的气息。就是这个位置了，天玄圣灵剑的位置。落星湖，秦娇，这里便是当年我们教主和星宫数位长老大战的地方。当年的那一场战斗打得昏天暗地，教主以一人之力力克星宫数位长老。师尊，教主当年就是在这里陨落的吗？我听上一辈的魔星说起过，这里原本是一片山脉，那一场大战发生之后，这里地势下沉，就变成了湖。当年教主的佩剑，我们圣灵教的镇教圣器天玄圣灵剑，就是被封印在这里。师尊，那我们来这里是要重新将圣器给唤醒吗？我们几位魔星感应到了神力的气息，
圣剑随着神力的诞生而被唤醒，你去护法吧。四位长老，按照魔星大人的吩咐，你们可以开始召唤灵剑了。遵命，圣子大人。这就是天玄圣灵剑吗？果然灵气逼人。果然不出师父所料，谢谢你们把灵剑换出来。星宫圣女素心，可恶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四位长老，快将这个妖女给拿住！休要猖狂，我来对付你。哼，三大魔星不过如此。这个女人实力好强啊，连师尊都不是对手，看来就算是加上我也未必是她的对手啊。不过我有办法。住手！就算你的实力强又如何，你得到了我们的灵剑，你也无法发挥她的真正实力。不如跟我们做一个交易吧，你放了我们，我把方法告诉你。你是想耍什么花样吧？这你实力这么强，还怕我耍花样吗？这倒也是，说说看，这灵剑该怎么使用？这把灵剑需要配合我的一个宝贝，才能发挥出最强灵力。靠近一点，我现在就把宝贝掏给你看看。嗯，那你掏出来吧。卑鄙无耻的小人，我杀了你！杀了我？只怕你现在连拿剑的力气都没有了吧？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可是我上一回特意从魅魔手上拿来的奇影伞。如果一个小时之内找不到男人跟你交合的话，你会被欲火焚身而死。卑鄙无耻，竟敢给我耍这种手段！本姑娘一定要杀了你。哼，居然强行用灵力对抗药效，看你能坚持多久。把你手中的剑给我。嗯，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也是冲着本教生气来的吗？把剑留下，不然别怪老夫不客气。老夫？年纪轻轻的就自称老夫啊，我看你多半是找死。四位长老，把这小子杀了，就地掩埋。你们几个实力不错，一起成为我的养分吧。敢动我圣灵教的人，拿命来！现在你是圣灵教的人，老夫对你刚才的冒犯可以不管，将老夫的佩剑呈上来。但敢在老子面前装神弄鬼，看老子怎么教训你。
物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你这家伙实力这么强？哼，小辈不知好歹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千年未见，你却依然这般强势。可恶，此人实力好强。这个年轻人身上有一股神秘的气息，和神力很相似。莫非这个年轻人就是神玄之人？请教，不要打了，撤退。可是师尊，圣器，回去我再告诉你。好吧。女人，这些红色烟雾是什么？不好，这是奇淫散。不行了，这奇淫散会侵入我的魂魄，必须赶紧退出这个身躯。这是哪里？我是在做梦吗？快快走，不要靠近我。咦，这里为什么还有一个女生？好漂亮的女生，我肯定是在做梦了，还是做春梦。快点离开这里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这个女人怎么回事啊？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就很老实，到底要我怎么样了？不管了，反正是做梦，放纵一下吧。啊！一声尖叫声后，你也被吵醒了。你们俩慌乱中穿上了衣服，场面好尴尬。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感觉做了个梦。发生这种事大家也不想的，而且你也没吃亏，我还是个处男。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或者你觉得我太 low 了，你也可以当作是一夜情了。无耻之徒，竟敢毁我清白，受死吧！啊，你先别激动，你打不过我的。不怕老师告诉你，我是异能人，有话好好说。没想到你也是异能人，我晕。这种程度的攻击就晕倒了，不堪一击。丫头，你想干什么？杀了你。看来你也不是那么不堪，不过蝼蚁始终是蝼蚁。老夫是蝼蚁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滚，否则下一秒你就会倒下。这一下总该结束了。啊，梦魇都被击退了，这女孩太强了，我还是求饶吧。哼，能接下我几招还不死，看来要重视一下你了。你下饶命。贱人，真没骨气，刚才是我轻敌了，这下我要使出全力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力量聚不起来，难道怕是师父说的那人？那岂不是我的？小子，这个女人身上也有你要的女神之气。这个时候说这个有个毛用啊，她都要杀我了，下一招过来你跟我都要挂了，还想着泡妞？你这个时候醉逗了。贱人，我可以不杀你啊。那
那真是太好了。不过，我有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你放过我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第一，我不想听见关于昨天晚上的任何事情。一旦有第三个人知道，你活不过第二个晚上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说，打死也不说。梦魇不是人，他不算。第二，三年后星罗大会召开，你去参加。星罗大会是什么？异能人的比赛。第三，参加星罗大会，并且在大会上击败我，我就饶你不死。小贱人，要是那样，就换成我不饶你了。哼，好自为之吧。今天体育课，本来老师我生病了，要请假的。又来这一套，老师，你一年有几天不生病啊？每次都让我们自习。就是因为生病次数太多，所以今天这节课，老师带病上课。一会儿来个篮球对抗赛，每个人都要参加，你们先准备一下，一会儿我随机分配小组。太好了，终于到了老子表现的时候了，老子号称加强版流川枫，看我怎么让你出丑。我靠，还真的是倒霉，居然分配到和牛柱这个家伙对面了。完了，这个家伙号称加强版流川枫，这还怎么打呀？天助我也。小子，敢不敢跟我来一场男人之间的战斗？让我们用篮球一决高下吧。牛哥，你昨天不是说放过我了吗？嘿嘿，大家快来看啊，篮球比赛要开始了。嘿，雨桐、亚楠，快来看我们表演吧。啊，牛柱这个家伙很帅呀、啊、又高又壮，打篮球还这么棒。雨桐，你怎么老是不理他呢？要是他喜欢我就好了。完了，夏雨桐也在这里，这下牛柱肯定是要让我出丑了，早知昨天让他揍一顿算了。小子来呀、啊、来抢老子的球啊，你不是很牛吗？哼，渣渣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帅气的跳投。两分球，看不出老子的水平，要投就投三分球。我去，这个小子哪里来的这么恐怖的弹跳力啊？抢到球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是投篮呢，还是投篮呢？傻缺，抢到球又怎么样？就算我不防守，你也投不进去。菜鸟就是菜鸟，那么丑的投篮姿势，怎么可能会进？还以为那帅气的空中盖帽可以让我对他刮目相看呢。球没进，好尴尬啊。这是空接扣篮。太帅了。怎么回事？混蛋，又被这个家伙抢了风头了。可恶啊，再这样下去，夏雨桐可就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不行，看来我要不择手段了。你怎么突然变了？是不是有什么奇遇了？
没有啦，只是我平时不想太高调，今天实在忍不住露一手的。真的吗？嘿，你这家伙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。好奇怪的力量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过太爽了。看你这么厉害，以后每天放学跟着我们一起走吧。十年前。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天赋卓越，前途一定不可限量。一千年了，终于等到你了，天才少年。哼，为了我的计划，只好先委屈你了。凡哥，一会儿那个女孩来了，你们就上去拦住他，假装调戏他，然后等我出来配合我打你们几下。哎，姿势一定要到位，不要让他看出端倪。没问题，只要你的钱到位，任何姿势我们都会。表情和语气一定要逼真啊，千万不要被看出来我们是一伙的呀。大柱子兄弟，你放心，我们可是专业的流氓，这种事情我们可是本色出演，包你满意。他来了，没想到这个臭小子也一起来了。正好，三哥，一会儿你们先替我教训一下那个小子。虽然那个小子力气很大，但是你们三个人应该可以打得过他。要打人，这可不行，必须在原来的价钱上多加一倍。行，再加一倍就加一倍，只要能够让那个小子在夏雨桐面前出丑，这钱我出。好，兄弟们，干活了。哟，这两位妹妹长得不错呀，要不要哥哥带你们去玩啊？啊，雨桐，不要理他们，我们绕开走。臭流氓，长成这副德行还出来撩妹，回去照照镜子吧。哇操，丫头你是要找事情啊，回头这些流氓打的又不是你。哎，几位大哥，我这同学不太会说话，见谅啊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要不我跟你去玩吧，你看怎么样？嘿，滚一边去，跟你有什么好玩的？臭流氓，臭不要脸。哎，丫头找死，爷今天呢就教训教训你。你敢动我试试？你大概不知道本小姐是谁吧。丁亚楠这个丫头平时就是一小太妹，家里貌似有钱有势，碰到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要不我就先带着夏雨桐溜了。哎，大哥，扭住这个家伙的同学好像很多都是不好惹的，免得节外生枝，办正事要紧。哼，作为一个绅士，老子是不打女人的，但是老子现在很生气，就打你吧，你上。我一句话都没说，而且还说陪你们玩的，怎么就打我了？躺着也中枪？这家伙速度很快，但我感觉还是伤不到我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有两下子，你俩一起上。两位大哥，我认怂了，你们大人有大量，放过我吧。他应该是异能觉醒了，不会受伤吧？臭小子，你太怂了，跟他们打。可恶，打你妹啊，一会儿受伤的又不是你。嗯，难道说这个就是梦魇所指的女神灵气吗？好吧，让我试试这个力量。小子，还给嘀咕你了，给你一个面子，让你一个人单挑我们一群。
好疼啊，好疼啊，饶命英雄。哎呀，几位大哥快走吧，不然就赶不上二路汽车喽。嗨，同学，表现不错啊，越来越对我的口味喽。同学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我们走吧。他终于异能觉醒了。这个小子是李小龙附身了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大柱子，你这小子是存心坑我们呢？那个家伙这么厉害，你还让我们去呀？给我打！三哥，不要了！三哥，不要啊！三哥，我错了。先帮我补习嘛。先帮人家补习。哇塞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我操，梦魇又是你，每次都为你破坏了我的美梦。算了，我都已经习惯了，知道这不是真的。哎，我们还是说正事吧。我大概知道你说的女神灵气在谁身上了。天哪，雨桐就是我命中的女神。神力的最大增长依赖女神灵气，既然你有目标了，就行动吧。这么说，就是夏雨桐对我的好感度提升了很多了？差不多吧。咦，这样的话，我只要提升夏雨桐对我的好感度，岂不是实力会大增？一举两得呀。嗯，这么做也行。正好我明天约了他一起逛街。没想到，雨桐，你还愿意陪我出来买书。昨天仿佛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的你。那个时候你也是像昨天一样无所畏惧。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啊？自从几年前我老爸失踪以后，我觉得我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。我一直没变，变的是你。你好久没有约我了，我们以前都是这么玩耍。嗯，我会变好的，我从来没像现在那么自信过。哎，那不是住我家隔壁的李奶奶吗？她怎么一个人跑得这么急促？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李奶奶，你怎么了？雨桐，是你啊，我看到前几天骗我钱的那个骗子了。李奶奶，你是怎么被骗的呀？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被他拍一下，迷迷糊糊的就把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都给他了。难道是江湖中失传多年的迷魂术？李奶奶，哪有什么迷魂术？他是不是骗你说他是秦始皇，然后还没死，让你打钱给他，到时给个将军你当呀？臭小子，居然取笑我！我以60年的节操担保，我绝对没有骗你。啊，李奶奶，先不要说这些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去报警吧。李奶奶，你刚才见到了这些骗子，那些人在哪里？估计还在那个屋子里。小子，你去盯着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我约这老太婆真记仇，这是让我去往火坑里跳呀。夏雨桐在这儿也不能丢脸，还是硬着头皮去吧。雨桐，你跟李奶奶去报警，我去看看，免得被骗子跑了。废旧仓库。老大，您的迷魂咒真是厉害，一下子就把这个女人给迷晕了。一会儿我还可以让他浪起来，迷情幻术 show time。 老大，那赶紧呢。什么人？
我只是路过，出来打个酱油。哪里来的小鬼？既然被你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那就不能留你了。你们两个上。小子也是异能人，既然你是异能人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迷魂堂乃是隶属于圣灵教吗？什么迷魂堂圣灵教的？难不成你们还在搞什么邪教组织？我可以假装什么都没看见，我走了。你这个小子既然不是普通人，我就不用跟你废话了，砍招！好痛！这小子不简单。不错呀，小子居然还能跟我打成平手。是吗？我感觉你不是我对手，你还是走吧。居然还看不起我，看来必须使出全力才行。这个小子好厉害，看来我只能用我的绝招了。啊，不要了吧，我最怕大招了。你给我等着，邪灵咒。人呢？跑了？说好的绝招呢？这果然是一个大绝招。啊，是叶老师。过了一会儿，叶老师醒了过来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躺在这里？我刚刚看到一个男人在骗人，刚过去他念了一段咒语，我就晕过去了。幸亏我及时赶到，那些骗子心虚就跑了，不然老师恐怕晚节不保了。哼，你才晚节呢，我只是代课一下，也没长你几岁，没事我先走了。沈坤啊沈坤，你还有脸来我这消费呢？虽说同门，你欠的风流债可得给我结清了，不然老娘让你下半生没有下半身。苏梅姐，救命啊！我本来最近捞一笔大的，准备给你结了账的，谁知道有个小子破坏了我的好事，把你的钱都给抢走了，你要给我做主呀。哟，看你哭丧着脸，难不成你又被破军店的人盯上了？我可没有闲工夫管你的破事儿，姐姐我还有好多男人等着勾搭呢。要不你跟老娘睡一晚，风流债就算了，我还帮你做主，你看如何？姐姐你就饶了我吧，谁不知道你合欢宫的强大，跟你睡一晚，我几十年修为就没了。真扫兴，既然你不愿意就滚吧。可是姐姐，这小子也是一个异能者哟，而且应该是还没有加入任何组织的人哦，这个你也不感兴趣吗？哦，这一下就有意思了，跟姐姐仔细说说。
碰了这么个小子真倒霉，煮勺的鸭子都废了。哼，坤哥，你的鸭子又回来了。你们刚才表演得很好，现在该轮到我登场了。你的娘们儿居然是异能人，还这么强！Show time 呀，坤哥！这是你们对我无理的惩罚。最近变了，你是不是想起了十年前的事了？最近发生了些奇怪的事，感觉是记起了一些事情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想起来了吗？雨桐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居然背着我约会？学校是不允许早恋的，难道你们忘了吗？还有，你这个可恶的小子，你不是说不会碰老子的女人吗？你的承诺呢？牛哥，这里面有误会，我们……混蛋！我亲眼所见，你还跟老子说误会，我要宰了你！牛哥，你好狠！换以前我肯定趴下了，不过你现在不是我对手。还敢嚣张，吃了我一拳。哎呀，牛哥，我没看见那里有屎。别闹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啊，可恶。雨桐，我们走吧。牛柱盯着你和夏雨桐离开的背景，显得十分的落寞。混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苏梅姐，就是刚才那小子，你也看到了吧，实力不一般，确实有一些诡异。哼，有趣。不过这个跟他对打的小家伙也是异能人，只是没有觉醒。我们不妨跟他接触接触，或许可以利用一下哦。小子，你渴望力量吗？你想要打败刚才那个小子吗？我们可以帮你哦。醒过来的你，没多久便又有一股困意袭来，再次进入了梦魇世界。又来了，是不是又要教我神功？没有什么招式，天下武功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，提升你的神力是最关键的，来吧。有点长进啊。
我这几天没练功呀，也没出去泡妞，怎么感觉厉害了不少？难道变聪明了？我就知道，肯定是我的帅气让夏雨桐把持不住，又增加好感度喽。这难道不是吗？还是说我天生骨骼惊奇，我居然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练武奇才？白痴。那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直接说吧。我吸收了一些人的灵力，有助于你的神力。厉害。但是窃取别人的努力，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我是个正派的人。哼，你懂什么叫正派？我还是喜欢泡妞多一点，不过我是比较专一的人，就怕你以后老让我泡妞。哎，你这不是逼我做渣男吗？真是让我想起就感到忧伤。闭嘴，懒得和你废话，给你。为什么我的头好疼，还有我的眼睛？梦魇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能够看见的感觉真好。你想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顺着窗帘看了过去，画面一晃，突然出现另外一幅场景。我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在我房间里吗？为啥能看到对面？那边是什么情况？一个美女在洗澡，让我透过水雾再看得清晰一点，现实版的比小电影更刺激。哎我去，亮瞎了我的 24K 钛合金狗眼，果然是非礼勿视啊。你们几个家伙还敢打我的牛柱小兄弟，这下知道后果了吧？龙哥饶命啊，牛柱让我们去打一个小子，我们反而被揍了。还有小子能把你们俩揍了？有意思，是谁啊？是牛柱的同学，这是他回家必经之路。好，让我来会会他。龙哥威武呀，龙哥出马一个顶俩。放屁，明明能顶十个。龙哥就是那个小子。听说你这个小家伙身手不错，来陪龙哥我玩玩。喂喂喂，你是谁啊？一言不合就动手。小伙子果然有几分实力，想不想要加入我们天龙帮啊？我们天龙帮可是隶属于破军殿的帮派哦。大叔，你是谁啊？有毛病吗？什么天龙帮破军殿，难不成又是一个搞邪教的家伙？连我们天龙帮都没有听说过吗？好吧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？算了吧大叔，我可不感兴趣，我还有事情，就不陪你玩了。有意思的小子，这个脾气我喜欢，回去跟上头说说，这小子是一个异能人。你回到家没多久，就听见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居然是上一回的那个小女警。你好，我们今天找你协助调查一桩命案。糟了，
难道那晚那人死了？完蛋了，命案，我是五好公民，警官你们要明察呀。还没说是你杀的，死在那个巷子的人跟你那晚回去的时间吻合，请你协助调查。最近学业繁重，真的记不起来了。那我带你去案发现场，让你回忆回忆。就在这里，前不久死了一个人，你那天回家有经过这里吗？嗯，不对呀，难道这个小女警说的不是和我交手的神秘人？我那天确实听见这边有动静，不过我胆子小，我就没敢去看。哼，还胆子小，我看你是色胆包天。这都是什么人，上来就动手？嘿，小子答对了，我向来就是能动手就不逼逼，看招。走吧，那个人应该不是这个家伙杀的。这个家伙的异能属于炼金术体，而死者是被水火风雷系的异能人所杀。我怀疑那个人应该是邪灵教武灵堂的人做的。邪灵教？难道是之前那个骗子的什么邪教组织？你知道邪灵教？我那日遇到一个骗子，他专门骗老奶奶的钱。我是从那个家伙嘴里听说的什么圣灵教还是什么堂来着。圣灵教迷魂堂的人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迷魂堂。不过他当时好像说的是圣灵教。嘿嘿，当然会说自己是圣教了。不过你小子居然知道邪灵教的事情，还见过迷魂堂的人。正巧我最近盯上了迷魂堂的那些人，你跟我一起来协助办案吧。好啊，我正好也想把这个骗子抓回来呢。这小子还挺正直的，应该不会用异能害人。